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培训的主题呢，是这个营销一对影片营销一对一，快速获得成交机会。那我是今天的咨询顾问啊、培训顾问，我是 Max。好，那其实上过之前的课程嘛，原则上我是教你们去做这个影片素材，上传影片的素材。好，对不对？甚至我很多人你们自己拥有自己的品牌。其实今天这堂课呢，我会教你怎么样去透过这个影片营销的方式来做一对一。如果说你今天你有自己的频道，你可以自己去推广你的影片。如果说你今天还没有做你的频道也没关系，那我会跟你讲有哪里哪一些我们官方的频道，还有我们总裁的频道，你可以找一些很棒的成交影片的素材来进行推广。那大家记得，不论说你今天你想要赚钱，或者说你今天有加入方案，加入我们日赚系列的方案，或者是说你今天有注册我们平台的会员，如果说你想要透过我们平台赚钱，你势必的你每天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功课。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很想要在我们平台赚钱，很想要透过我们平台成交，你至少每天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要做什么事情呢？你至少要收集十笔的精准名单，十笔以上的精准名单。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收集的名单越多，我们团队、我们顾问，那我们的系统，可以帮你成交的一个几率就会越大。所以呢，今天教的方法真的很简单。好，你每天只需要依照这个方法做，重复的任务简单做，你可以很轻松的每天就帮自己赚到1000美金以上的收入，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你听完这堂课，今天这堂课教的方法真的很简单，你一定要给自己每天规划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呢会攸关于你后续赚到奖金的一个收入的目标。好。那今天是教这个影片营销一对一嘛，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个影片来去寻找适合的精准名单，然后来提供他这个影片的内容。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必须要先去挑选影片。好，那原则上如果你没有自己的频道，好，你可以到我们Barnett 的官方的频道。那我们Barnett 的官方频道呢叫做 Barnett TV。这个Barnett TV 呢，我们目前，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频道。你可以直接到 YouTube。好，你直接到这个 YouTube 去搜寻Barnett TV。你就会找到我们的这个官方频道。好，那我们这个官方频道呢，其实基本上我们目前我们会提供，我们上面会放了很多我们每天新增的这个影片素材。那当然有一些影片素材它成交力很强，好，那我们就可以去挑选这些影片的链接，然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精准名单。说我们可以去挑命讯或者是成交高手、营销高手系列或互联网家、日赚系列，然后影片成交精选，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先挑这六大的一个主题。好像我昨天我自己就有做一个案例我自己是挑日赚系列的嘛，密讯是挑日赚系列的。我们来看一下，像我们最近密讯讲的东西是这个，密讯特别专题。5个方法保证你多赚250美金。好，当大家如果说有看过这个密训内容，大家一定知道说，我们其实这个密训我们有讲到，就是总裁有跟大家分享到，几种就是网上赚钱的技巧。然后你今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参加我们的培训，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然后每天来帮自己增加250美金这个收入。那当然，其实我们在就是影片的最后，我们有推出这个针对日赚250的一个 offer 方案。那如果说你今天报名这 offer。还有提供一些自动成交的系统，还有一些很棒很棒价值几万美金的赠品。好，这个你也可以分享这个短片，你可以分享这个密训的影片，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分享刚刚有提到嘛，成交高手加营销高手，搜寻一下成交高手的影片在哪里。
好，这边嘛，有一个是针对成交跟营销，它大概是43分钟。好，你也想知道，就教你怎么样变成是影片营销，然后成交高手的这个内容。好，所以其实这个影片呢，当它介绍完毕之后，我们会跟他推荐这个方案嘛，就是如果他这个就是他想要成为这个营销高手或成交高手的话，那必须要加入方案。那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的跟我们总来做咨询。好，那这个影片的话，你也可以挑选。好，还有其他像，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挑互联网加或者预算系列，影片这种成交精选都可以。好，那当然这是我建议说，你可以选择我们Banet官方网站的这个频道，好，那甚至你也可以选我们总裁的频道，我们总裁一生通券，好，你也可以选择他的这个频道。像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去找这个，因为像总裁他自己也会录一些很棒的影片嘛，就是他自己也会录一些很棒的影片嘛，那他自己的频道有时候也是蛮及时的，好像有发红包啦，还有就是。办公室介绍啦，像这种类型的影片呢，都是他。如果说你今天也要沿用他这个上面的素材来推广，也可以。好，然后如果说你自己有做频道，好像上次有教大家做频道嘛，之前有一些客人教大家做频道，你也可以去分享，你最好是分享你自己好频道上面的影片，好像这是我的频道。好，这是我 Max 频道。好，这是我 Max 频道。好，那你看嘛，这个我这边就是有去上传如何去增加250美金的收入。好，我这个也是密训的影片。好，这是我自己上传的。然后呢，我一样也可以去分享我自己频道的这个影片，最好是分享你自己的。好，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自己有频道的话呢，你去分享你的这个影片给别人看，那除了别人看到这个影片会被你做这个一对一，你可以直接做一对一的流程，那他也会去增加你影片观看的次数。很多的会员会跟我反映说嘛，我今天做的影片然后都没有人看，那你一定要去对外推广。但其实今天教的方法也是教你怎么样去推广你自己录制上传的影片，所以你自己可以去上传影片，然后推广你自己的影片内容。好，那好比说我今天我挑选的是这个，我用我自己的频道嘛，我今天挑选的是这个日赚250，每天自动增加250的这个收入的影片。好，那我今天挑好了影片第一步。第二步呢，我必须要开始收集名单。好，那我要怎么收集呢？很多人他们会用这个 FB 嘛，很多人都有 FB 账号，甚至你可能有论坛账号，你可能有 Google Plus 的账号，很多的账号，对不对？那今天换个FB 的案例来做一个示范。那因为 FB 是目前应该是说全球最大的一个社交软体，社交平台，那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找到很多商机，很多的机会。所以呢，我今天就是以这个 FB 作为案例。那我就要去在我的 FB 上面去 po， 去 po 一篇文章。如果说你自己的好朋友很多，你可以直接在你的 FB 上面po文。我说你的好友很多，如果说你的好友可能不是那么多，或者说你可能想要找更精准的一个流量，那你可以加入很多的一些赚钱社团，像我自己就加入很多的赚钱社团。那为了是什么？为了就是要找精准的名单嘛。对，其实上面也有很多人在去找精准的名单，就代表说其实这个地方是绝对是有商机可以经营的。
哦。当然就是说其实你加入很多的社团，有很多人会跟我反映说，哇，我今天可能 PO 了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 PO 了内容出去，但是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内容我得到回复，这是我自己 PO 的，这是我自己 PO 的内容。哦，从昨天到 PO 到现在，目前已经有23个人回复嘛，那这23个人呢就有可能是我精准的目标，我就可以开始去针对他进行这个一对一的流程。所以当你已经的一个可以去经营的渠道，你必须要去关注说，哎，这个当然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社群他的加入人数多广，如果说哎呀可能只有几百个，那可能就不一定适合经营。好，那当然第一步我们就会去以这个社团的人数去作为我们是否可以经营的判断，然后第二步呢我们要去看一下说这个社团对于其他的内容的一个互动性。好，如果说这个本身它的回文，如果说哎，你看你关注到别人的贴文，有人在回复，然后有人在去做咨询，那如果说它的互动性是比较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判定说，哎，这个社群它是比较活络的，那就值得我们去做经营。好，所以这个的话，我曾经就有关注到这个社团其实往里面去找商机。好，当你找到这个社团之后，那我会建议说要很。啊，我可能账号会被封锁啦，我可能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 po， 或者说你可能每天 po 太多，每天 po 太多篇，那你就会导致到什么状况？你的会导致到你原本的账号被封锁。如果说你今天你可能会在你可能会你可能会如果说你怕你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建立一个就是推广的小号，比如说你今天是用 FB， 你可能另外申请一个账号。哦，那这个账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来去经营这个推广的内容。好，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要针对我们找到了这个渠道嘛，那我们要针对这个内容来发布发布讯息，然后收集精准名单。那因为我们是要叫别人看影片，好，对不对？那看影片收集这个名单，对不对？所以我就用看影片赚现金的这个主题，来去引起这个社这个名单的注意。好，会告诉他说你今天看影片就可以赚奖金。好，那的确嘛，我们今天丢影片给他看，他可以学到一些赚钱的技巧。而且呢，大家可以运用一个赠品，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看完影片啊，你今天看完影片，你跟你加入这个影片最后的顾问的 LINE 或总裁的 LINE 或微信，好，那你直接跟他对话，拿去了解讨论这方案的内容，你还可以获得到$10的这个奖金。好，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武器可以运用，就是说你今天只要看完影片，好，你跟人家咨询，你跟我们的顾问咨询，你会获得这个免费赚钱的系统。好，然后第二个，你还可以获得$10。当你发布完这个讯息出去之后，就开始会有人在下面去做留言啊，再去下面去做互动。那我们可以就当然我们就要开始跟他做一对一的互动嘛，我们就可以开始私讯他，我们就可以开始按赞留言。好，当你今天已经好比说像上面这个，好，这个人已经留言给我了，哦，就私讯给他嘛，我就私讯给他讯息。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说他想要了解嘛，我就跟他讲说，你是不是想要了解影片赚钱的方法？他说对，好，那他说对，那我们就认定说这是一个可以经营的精准名单。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丢影片给他。好，那刚刚有跟他示范嘛，就是说我今天要丢的影片是这部影片，对不对？那这部影片呢，它是我们的密讯的影片，对不对？它有介绍150的方案，然后最后呢有我们总裁的 LINE 跟微信，所以他看到最后之后，他会知道150在做什么。那当然他看完他有问题他要咨询，一定是透过这个 LINE 要做咨询。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说，今天你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你一定要扫描影片结尾的 QR code，然后加入微信或者 LINE， 看他自己用的这个通讯软件，并且输入这个通关密语。好，因为他如果今天加入顾问或者总裁的 LINE 跟微信，我们要知道是你推广来的嘛，所以你要告诉他说，你必须要
输入这个通关密，当他加入 LINE 微信的时候，我这边就有写，好像我自己的会员 ID 哦是 MX130，那影片名称呢就是日传250，哦了解日传250，所以他的通关密语呢就是我的会员 ID MX130 加了解赚250美金，好，这个就是你要给他的通关密语。好，那第三步呢？当他今天加入，然后并且输入他的通关密语之后，他还要去跟不能看完影片的问题跟想法，然后我们再给他这个影片的连接，就是日赚250美金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影片的连接。好，然后第四步呢，他就进入到这个顾问咨询的阶段，他开始就问我们说，啊，你好，那他也开始回答了这个通关密语是 MS130， 想要了解日赚250内容。好，那我们就开始去进入，哦，这个顾问一堆咨询的流程，哦，就开始回答说，啊，请问你是不是已经有看完这个日赚250的影片，哦，他说对，然后呢请问你对方有什么问题，哦，我想要了解是怎么看到，他就说我想要了解的通常是怎么赚到的，那一定是要付费吗？可不可以免费？好，那我们开始跟他讲说，当然免费可以经营啊，只是说可能奖金比较少。那我会建议说，我们方案上面有提到说，如果说你今天加入方案的话，你就有更多可以赚钱的机会。我们奖金会加倍，然后我们会有自动成交的功能，我们还有很多的系统可以帮你。好，所以你每天花一个小时，你只要去做前面三个步骤的阶段，就是挑选影片。挑选影片，然后找渠道，去收集精准名单，然后再来呢去针对这些精准名单去做一堆，然后就教他们去执行这个三个步骤，然后之后呢就由我们总裁跟我们的顾问来帮你去做成交。所以当我们今天如果他跟我们做咨询，我们已经掌握到这个客户了，他会提供名单给我们，我们会直接的把这笔名单去建立在你的自动成交系统，因为他有 给我们你的这个推广的 ID 嘛，所以我们会直接把他的名单帮你放到自动成交的系统。我们会直接把这个名单建到这个帮你建到这个自动成交的系统，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你建档进去之后，我们会用你的账号，然后再把他的名单建到这个系统。好，那这个名单呢，如果说它是一个新的名单的话，那之后就会跟你的账号去做绑定。好，那之后这个名单所有的成交都会算是你的成交奖金。好，那第二步呢，我们也会，当然我们可能他也有可能会购买方案嘛，或者说，他可能会再次参加我们的密训。那我们一样会算在是你的这个推广的奖金上面，因为他有，因为我们会知道是你推广的，所以如果有成交的话呢，一定会算到你的推广奖金。好，这是第四步的流程。好，那第五步，如果说你今天你有做了这个工作，你有自己去推广，你有去找到渠道去分享，好，那我们最近帮大家准备的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是 Fastnet Note， 它是一个笔记本的功能，你可以去登录你的你可以去登录你的 Fastnet 的，好，你去登录你的 Fastnet 会员账号，你会看到说这边有一个 Note， 你点进来这个 Note， 之前我教大家交作业，是不是直接把你们交的功课 email 给我，对不对？那现在的话呢，这 Note 非常的方便。好，你今天只要把你做的这个推广的内容啊，比如说这是我推广的内容，这是我推广的内容，我直接把这个推广的内容放在这个 note 里面，好，我就直接按新增 note。写女婿部门啊，
好，那当你就是交完这个作业啊，你就直接把就说这是你 FB 推广的页面，然后你的这个你确认说内容是否 OK， 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这样子，然后这个可以给你选嘛，就写贴文，然后社群都可以，然后你就直接按建立，然后建立的话呢，当你提交成功。好，当你提交成功之后呢，这个就是你自己讲功课的记录，哦，这就是你讲功课的记录。那我们培训部门这边也会收到你提交的作业嘛 ？OK， 我们培训部门这边也会立即的，就是收到你的这个推广的作业内容，所以呢，我们就会针对这个你推广的内容，会给你就是更棒的一些建议跟回复。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上完今天的课程，如果说你也想要开始透过今天的方法来赚钱，那你一定要执行今天所教的内容。这样做真的非常的简单。